虽然我60岁了，可是在打铁的路上，感觉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从小我是一名速滑运动员，体育运动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每次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心念就是感觉他们的一种氛围。比如说跑步，我今天觉得状态好，我就不跑5000，我就跑6000。